别的熊猫掰竹子，王二掰竹子，来看我的，弟弟都知道我有个独门绝技，用脸掰竹子，只要表情到位，竹子断不断都是迟早的问题。看，就得是这表情，一定要够凶狠，竹子看到都怕怕。大家再复习一下吧，这样，这样。这样也行，重点是这牙都得跟着用力哦。你们学会了吗？我们再复习几遍。掌握了技巧了以后，就会特别轻松了。昨天是萌宝萌玉的生日，基地的奶爸奶妈一大早就为他们准备冰蛋糕和窝窝头拼盘，奶爸还贴心地给粉丝们展示了新鲜出炉的窝窝头拼盘，把点出来上班的萌兰很快就发现了这边的情况，平时都围着这边看他耍宝的意义们都去了妹妹那边，而且妹妹这还有好多美食，这可把我们萌兰整得上蹿下跳。老爷老爷，萌儿也想过生意，瞬间穿天大笋都不香了。很快妹妹们就出来享受美食，妹妹儿只能眼馋到暴走。还记得前几天妹妹儿在吃她的穿天大竹笋，可把旁边的妹妹馋坏了，没想到才过两天真是一报还一报。奶爸奶妈还给萌萌准备了竹子花，都说孩子生意就是母难意，北洞这人文关怀做的也是非常到位，感谢萌萌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可爱的萌家族。